老共啊，中国最近不断的在买黄金啊，所以他们的黄金储备年增率17%，哎，这是怎样啊？他要干嘛？对，你要上来。剩几分钟，我告诉我来讲一下，我来讲。即个俄罗斯吼，俄罗斯较早进前要拍乌克兰，进前连续16个月一直买黄金，一直买，一直买，啊，规头壳拢黄金。哦，所以俄罗斯之前，对，我先讲俄罗斯，啊来伊个囤粮，囤一大堆粮，囤大米，囤小麦，囤一大堆，伊遐敢有大米，敢若无？非得就是一直进口，一直进口，一直进口。啊，大家就想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俄罗斯要创个砰一下拍起来。啊，即摆话中国吼，所以这个学者叫做 Matthew Henderson 哦，阿韩啊，韩的啊，吼，韩德森，伊就投诉英国电讯报讲啊，哦，啊，进中国开始咧买黄金，买连续买17个月，安尼是不是表示讲咧备战？但其实吼，因为伊的论述，阮先讲伊的论述，就是讲伊即摆的状况啊，佮加上乌俄战争的原因，所以会当加速佮汽油吼做。买足俗的，啊！伊即马搁买黄金，就算用中国的标准来讲，伊的到尾规模足惊人，到尾规模偌惊人，17个月买17%，吼，17个月买17%黄金足济，啊，全球的黄金比较的，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，但是吼，总共一句就是，阿强啊，即马的模式，伊的投资的内容就是阿强啊的模式，甲罗西亚的模式足像，所以有可能是咧备战，对，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，就是。阿强啊，伊其实嘛有一个可能是惊向制裁，因为美中贸易战嘛吼，啊伊啊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讲当拢全世界拢无爱跟我做生意的时阵，我有我家己的经济存量，自己调节。对，但是伊若是安尼，伊若是安尼做的话，伊有另外一个风险，就是真正全世界拢无爱跟你做朋友啊，安尼你的你的国内衰落的速度会足紧。因为你的黄金是盾的，你唔是产业经济规模伫内底流通，吼啊伊的投资大概是安尼。了解，感谢 Thank you。所以有两种可能性啦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高警觉，因为毕竟，中国的经济的状况的确不是很好。而习近平呢，这两天在欧洲进行访问，其实呢，他也希望能够打通一些跟欧洲之间的这些经贸关系。我们谈到两岸的这个部分哦，有军事专家认为说，现在中国如果想要并吞台湾的话，他不会打那些炮弹，他直接用无人的，全部扫一遍，那台湾就完蛋。讲的非常的有道理，这是一个北京的一个很有背景实务的专家在媒体上发表说：“哎呀，何必登陆呢？对啊，何必还要用这个导弹打？台湾总共有1000个左右的战略目标，我一个目标出5架，5000架无人机就能飞出去，就直接把台湾的战略目标全部打烂。”打烂之后，台湾就投降了，我们也不用登陆，我们就我们的军舰直接靠港，靠港之后直接上港去就接收了。哇，轻松容易呢。哦，很简单。他说5000架如果不够，我们一直出10000架无人机嘛，就飞过去。对，对，10000架无人机，不要10000架无人机，10000只鸟从你头上飞过，你会看不到吗？怎么可能？天都黑了，我跟你讲，那么多，你从海峡端要飞过来就被掌握了。他把我们当车没有？因为他看到金门。他一架小飞机飞过，你看他们都不管，所以你看我一架就把他们吓死，这样我飞10000架过去，看台湾怎么办？吓都吓死你。其实美国就说，美国讲得好，也讲得好，他说得好。其实美国说整个印太的反制作用也是这样，也就是以无人机制无人机啊。你的无人机要过来的时候，我不要用地面的高价值的飞弹去打你，我的无人机起来之后，用空对空的飞弹直接打你，用无人机打无人机，你有我也有啊。对，所以我说大家不要想的这么简单，因为他这都是要用飞机什么放下来的自杀型无人机，那无人机打无人机是最好的方式。所以美国印太也是这样讲，所以他讲的很棒啊。你说你看5000个目标了不起哈，我就用10000嘛，我每个可以飞1000公里，1000公里是从内陆飞出来，哎，很远嘞，我们看不到吗？对不对？对啊，而且无人机飞10000公里，伊朗打以色列1600公里。飞弹99%被拦下来，你这无人机拦不下来，无人机的速度比飞弹快。对，这就是笑话。不过笑笑也好，也是个想法了哈。毕竟他们要做很多事情，否则他们会。所以美国已经做了相关的因应。我再跟大家讲哈。这张其实也就 OK 了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看宇将军有一点赶，不过可以简化。我很快讲。我讲哈，这个 JCADC2 是什么？你知道？就是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。就是以前我们作战哈，了不起就是陆军叫空军的飞机，叫海军的舰艇来做联合作战。现在不用叫，它是全域直接掌握。所以这也要讲到为什么 F-22 是最强的空战机，可是全世界却喜欢买 F-35，因为 F-22缠斗很强，它可以在空中跟它缠斗啊，或者是打中共的高空气球打得很准。可是 F-35它的电子作战能力很强，它可以让这个系统
在空中知道我有多少飞机在空中，然后遇到了状况，直接不要叫炮兵，直接空军直接打他。哦，对，那如果这个位置它的这个价值是高于所有的利益的，我直接用军舰上面的这个所谓的飞弹来打他，也就是这个控制系统，它不需要让一个指挥官很麻烦，说，哎，我哪里有军舰在那里，哪里有飞机，不用，他就直接告诉你，你只要下一个指令，摧毁，还是半摧毁，还是完全拔除，他就会去做了。所以这就是全联合全域指挥作战领域，全域指挥控制这个系统，其实当时就是我讲，我们耽搁了十年的博胜就是其中的一环。所以如果那一环被拔掉了，就缺台湾这个口，现在接上了。对，等了十年，等了十年，这套系统，所以保密重不重要？重要，非常重要，因为你有你的无人机，整个 这个 CJADC2 这个全域作战系统。这是让中国所有的武器出不来的一个关键网。了解哦，泄密真的太严重了，好不好？